歡迎各位收看劇場會客室，今天我們的嘉賓是邵美君小姐。Hello， 阿君歡迎你，多謝你。我近這一年經常都在舞台見到你演出，是嗎？好多，你是很好的捧場。是啊，真的很好，好自己說自己很好。是一劇香港劇場其實是很值得要支持的，因為大家都真的給了很多心機下去做的，每一個劇即成績可能好可能不好，是不是？但其實那個演員或者台前幕後的人，其實大家都真的扔很多心血下去，即應該要支持，而且選擇得這行都是喜歡這件事。是啊，是啊，那你真的已經說了，是不是就是真的喜歡這件事才選擇？是啊，以前即很小個的時候，因為我是很怕醜的人來的，大家都會覺得，大家都會覺得我係睇唔出喎，講笑話。但其實我好怕醜，即係細個係唔敢講嘢啦。但係心裏面有好多諗法啊，但係又唔敢真係好主動咁講出嚟嘅。咁所以啊，做戲就係好啱我啦，因為做戲我成日都覺得咧，好似匿埋咗喺個角色後邊咁樣。咁其實好似唔係做緊自己喎，但係所有感情都係發自自己真心內心嘅喎。咁即係好啱我呢啲咁怕醜底嘅人去選擇嘅行業咯。即係嗰時冇諗住係一個行業嚟嘅，只係覺得哦，哇！我藉住做戲嘅時候，好似可以抒發到自己很多感受喎，咁樣。但是你要將自己的身體擺出個台度，嗰下嗰個勇氣咧，喺邊度嚟咧？如果你既然是一個咁怕醜嘅人，驚㗎，係咯。咁你咁怕醜，你點樣企出去？真係好驚嘅喎。其實係啊，每一次企出台都驚，我就算而家都驚。但我覺得有一啲所謂我哋叫做即係舞台嘅。走出舞台那種害怕的感覺可以變成一個很 positive 的 energy， 即是一個很正面的能量，去令到你即是給你一種動力去，我要掩飾的，不要讓觀眾看到那種緊張的，因為其實這樣你覺得那件事重要你才會緊張的嘛。其實我覺得很多演員都有這種恐懼的，但是那種恐懼是可以令到我們即是 學演戲，就是有一個即是學一個能力去被觀眾看不到我們那種緊張。哦，真的很得意，即是將那個本來好像一些壓力的東西變成一些正的能量，是吧？其實我覺得演戲都是這樣的事的，即是我們本身要站出台就是一種壓力來的，但怎樣在一個這麼高的壓力底下令到觀眾令到人家看不到那種壓力呢，其實做人都是這樣。是哦，其實真的沒錯，即令到人家看不到我其實是有很有壓力的，死頂又不是死頂的，但你在做下又有一種方法令到你自己自由了。是但是如果說即是譬如你初初一個怕，即是知道自己一個怕醜的人，但你最後是選擇了做演員這件事，咁當中其實有冇其他嘢你係有諗過去揀，即係都可以係令到你呢個怕醜嘅本質收埋，而係俾人睇到你唔怕醜嘅。即係一話你一開頭就覺得啊，演員係呢一樣嘢啦，我就勇往直前去咗揀佢嘅。我係勇往直前噶，我即係覺得。但係乜嘢係令到你會即係揀咗演員呢樣嘢，即係令到你認識演員然後去揀啊？其實嗰陣時喺中學時期啦，講翻喺中學時期嘅時候，即係喺學校多數都有啲咩咧，有啲咩活動咧，即係運動啦、美術啦、唱歌嘅嘢咁樣啦。咁美術同埋唱歌嘅嘢我都好中意，運動我都好叻嘅，即係我啲肌肉都係好發達嗰啲人嚟嘅。咁我睇 M 條我知，係啊，因為少啲布嗰啲衫就見到曬我啲三頭肌、二頭肌噶嘛，真係有好犀利噶嘛，咁即係。呢三樣嘢我都好中意，咁後屘啊，對我唔通我要揀是但一樣去主力去發展，咁未來條路應該點樣行咧？咁我又唔係好叻讀書嗰啲材料嚟嘅，咁變咗我一定係要發展一樣，即係好細個已經有咁嘅意識噶，即係我讀書唔叻啦，咁我就可以好俾心機去發展某一樣我嘅長處啦，咁樣，咁我三樣都中意喎，又貪心喎，又細喎嗰陣時，咁點咧？點知學校就有個導師嚟教戲劇。咁俾我接觸到呢樣嘢，咁我發現原來戲劇裡面係包括曬呢三樣嘢嘅喎，美術嘅嘢啦，即係美學嘅嘢啦，音樂嘅嘢啦，因為我哋可能唱就做音樂劇啊，成啊咁樣，或者可能個戲裡面要加啲音樂嘅元素落去啊，咁同埋運動啦，其實喺 theatre 即係喺舞台裏邊又係用好多身體嘅力量嘅，咁好似呢三樣嘢都可以配合到落去戲劇喎，於是俾我接觸到，咁我就唔使諗啦，一定係呢樣。即是立志立得很早的，你都是啊，即是十六七歲已經知道自己一定要走這條路，所以我又即是一大個了想回我又很
好幸運咯，即係咁細個已經知道我一定要向呢邊發展啦咁樣。係，但係又有機會俾你發展到啊。係啊，我真係好好彩嘅，我成日都話自己係好好彩嘅。真係哦，咁其實好遇到好多貴人。如果係自己覺得自己好彩，然後即係承認呢一樣嘢，其實我覺得已經係好好嘅。嗯，即係唔係我唔係講緊你是一個好彩的人，而是其實是懂得感恩嘛。其實這件事呢是會令到你會覺得自己幸福咯。是啊，是啊，而且我都覺得我自己做這個行業很幸福，因為本身是自己的興趣而變成自己的職業，還要是可以，即可以靠這件事去生活到，而且我每天都是接觸緊我自己的興趣，亦都即亦都會可以分享到給人，那是即對於我來說是一件很滿足的事。嗯，仲未厭嘅嗬，就係而家都仲厭。未厭喎，我諗，因為越嚟越中意啊，會係。越嚟越中意。越中意。係啊。咁你喺嗰度其實有啲乜嘢係抓住你嘅？即係個劇場係吸引咗你去嘅，真係。最開頭咪就係我覺得呢個地方可以令到我俾一個機會我去講我自己的感受啦，因為我怕醜啊嘛。嗯。佢亦都俾我學識到好多。即講説話嘅，即其實怕醜嘅人就係因為佢唔懂得表達自己啊嘛，唔懂得有啲咩方法可以好好咁表達自己。但係呢個地方就可以教識咗我有啲方法啦，即我讀演藝學院嘅時候教識咗我啲方法去同人表達啦。咁學識咗嘅方法真係表達到喎，觀眾我感覺到喎，佢哋話翻俾我知，你表達得好好啊，我感覺到啊，咁你滿足咯喎，咁然之後開始建立好有自信咯喎，咁開始咧就又追求一啲要希望觀眾認同啦，即係好多唔同階段咯，即係去到啊觀眾認同啊觀眾好多讚賞咯，咁跟住又開始自己想追求更多啦，即係演戲係咪淨係咁咧？係咪淨係觀眾覺得滿足感動咗佢就夠咧？喺藝術上面嘅追求。是不是可以再多一點呢？怎樣可以再完美一點呢？現在呢就現在就是一種分享咯，即開始會想下一代咯，即怎樣我認識的這個戲劇，或者在戲劇世界裡面我認識到學習到一些關於人生的東西，我很想即可能我自己有個弟弟，即我有一個兒子嘛，我開始想怎樣去將這些想法、或者戲劇幫到我去想我自己人生的想法灌輸給下一代，即開始想這些還有組織這個即我是不是可以去教多一些的可能性呢，這樣所以你就去了即有教學這件事。有啊，我其實讀演藝學院的時候呢，我都有一路教一些中學生演戲，我經常都不想用教這個字，即我想覺得 我覺得是一種分享，還有就算你是在度講緊一啲知識俾嗰啲小朋友知都好啦，其實佢哋嘅反應或者佢哋做出嚟嘅嘢咧，對你係一種刺激嚟嘅，同埋你講緊嘅時候或者同佢分享緊嘅時候，其實又係一種講翻俾自己聽啊，係喎，你喺演戲上面其實你要注意呢啲嘢嘅，所以我覺得真係教嗰樣嘢唔係一種教咯，係一種分享多啲咯，因為佢又會俾到啲嘢你，你又俾緊一啲嘢佢咁啊。交流啊，有少少似啊，所以好中意，即所以我都好享受，即系同啲即系同人哋去分享做戲嘅呢件事啊。嗯，咁你喺嗰、那個我都要用教學啦，因為未諗到一個好啲嘅 term 咧。咁係嗰度，你除咗呢、這個即係得著話，即係喺佢哋都攞咗啲嘢之外，仲有啲乜嘢係有啲即係有冇啲一啲戲劇嘅嘢係發生到係令到你特別中意嘅？因為我自己就係、是、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即係做戲嘅人咧，即係學戲嘅人成日都話，哦，演戲咧係一個自我發現嘅過程。係陳腔濫調嚟㗎，即係咩叫自我發現咧？因為原來喺做戲嘅過程咧，你真係要面對自己好多你首先拎住個劇本，你要面對你自己有冇能力去理解佢啦，對佢嘅分析啦。咁、然之後第二個層次就係、是。哦、你要做那個角色了、你怎樣去令到自己、感受到那個角色的感受啦，你怎樣去將那個角色的感受去給人見到啦，這些事都是同關自己的事的、包括你怎樣 manage 你自己的情緒啦，即你要學習 manage 自己的情緒，你要學習、分析的能力，你要學習去檢討你自己嘅能力，你掌握到自己幾多嘅能力，喺呢個過程裡面，其實係學識認識咗自己好多嘅。
見到自己有啲咩長處短處，同埋見到自己嘅黑暗面。咁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有好多即我教學嘅時候咧，教學嘅時候咧就遇到好多學生，其實佢同我自己又好似，即同我自己細個好似，有好多諗法，有好多嘢想表達，但佢冇一個渠道。咁你會見到佢，你慢慢鼓勵佢，你講多啲啊，你表達自己多啲啊，你俾自己真正嗰個自己出嚟多啲啊。其實會見到佢越嚟有信心啊。嗰個信心唔係淨係喺演戲上面啊，而係佢做人上面都唔同咗，佢有啲諗法唔同咗。咁我覺得呢樣嘢係我最 enjoy 嘅咯。你剛才說的，我們當一些理論先，做一輪看完你做一粒沙，你怎樣將你剛才說的東西，譬如拿一粒沙你演的角色 apply 下去，你怎樣 apply 下去那個角色上，你剛才說的那些、譬如、有很多人呢會喜歡、拆解，即係譬如我呢個角色咧，即係用分析各方面去拆解啊，佢啊有啲精神有啲問題嘅，咁咧佢就好相信佢，好相信一個信念嘅，佢丈夫俾個外星人捉咗咁樣，咁佢對個女唔夠錫個女嘅，咁呢啲全部都係形容詞嚟嘅，形容緊呢個角色係發生緊啲咩事，但到你真係用身體力行去演嘅時候咧，你係真係要體驗這個角色是在做什麼的時候呢，就是有很多人都說，有很多人 都問呢，為什麼你可以這麼投入的，為什麼你可以這麼似的，我就說其實你信就可以了、或者你真的丟自己的感覺下去去演就可以了。有時候可能太過注重分析性呢，就反而不夠似那個角色的感受咯。但是我覺得這件事就是丟自己的感覺下去就可以，其實 是一個很考人的功夫，因為我相信各個演員 end up 他都可能會告訴你，我真的丟了我自己的感覺下去的，是但是為什麼觀眾看，就是你自己的演員信觀眾不信呢？我覺得就是這件事，就是那個功力、或者那個考試就是在這裡了。那我其實就想知道是什麼，那個巧妙在哪裡，為什麼個個都說我丟了我自己，但是我看不到，我不信你，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我們經常都要做實驗的、即我覺得演員其實是經常在一個實驗室裡面的，即個情緒啦，我們對那個情緒一個分析，有一個想法之後呢，是要不停實驗不同程度的情緒咯，即 let's say 說、那個女人是瘋的，是怎樣瘋法呢？癲中有開心啊，癲中佢個個人都唔信啦、其實我哋不停喺度實驗緊呢個角色個情緒係去到咩位置咯。咁、你係因為好似查案咁咯，你定咗嗰個情緒，譬如係癲中係帶滿足嘅咁啊，你要通翻成個故事先。你呢個假設可唔可以通到成條故事先啦？如果通到嘅話咧，可能你嘅假設係啱嘅。即係好似查案咁嘅，咁要不停實驗咯。所以我成日都覺得排練，即係演員嗰個排練，即係舞台劇嗰個排練咧，係好多時就係要係做緊呢啲實驗，要用嗰個排練嚟去做好多實驗。咁啊睇下你做得夠唔夠多咯。我成日都係覺得，即係你越做得多，你越知道自己哇，原來我可以咁無限嘅，或者我可以咁闊嘅。你越知道自己有幾闊咧，到時你要攞出嚟用嘅時候就好多，即係好多櫃桶攞出嚟用。係啊，其實你頭先講，我覺得好似有啲似個白紙櫃咁啊，即係你話佢癲係咪？咁你好啦，係啦，即係我執啲癲嘅 ，OK， 執啲開心嘅，又執啲開心得嚟，佢又有智慧嘅，係咪？但有啲可能開心得嚟係蠢嘅咁啊，咁睇你嗰次你又執邊樣？比重多啲係啦，咁樣執，咁然後執埋，然後食個係啦，四碗水煲埋一碗水，跟住食咗佢。係講就係咁易，但係體驗個過程先係最重要。係啊，咁但係呢個係咪純粹係時間啊、經驗啊、耐性啊呢啲咁樣？即係煲埋嘅，即係嗰四碗水係咪就係呢樣嘢嚟？加埋人哋話俾你知，咁即各樣嘢撈埋一齊咯。所以我覺得冇一個特定嘅方法嘅，
其實可能對每個人都不同，有些人可能即係裏邊出發先嘅，即係感覺行先嘅。有啲人可能係分析行先嘅，或者分析嗰個比重大啲嘅。但我覺得殊途同歸嘅，即係只要你試得多、練得多，知道即係你嗰、那個，即係我頭先講嗰個，你嘅感情嘅闊度有幾闊，越闊越練得闊嘅話，就越有多越有多板斧啦。係係，同埋仲要深啦，係咪？即係仲要深落去，係啊，因為程度都係噶嘛。冇錯，係啊。咁你初初講咧好得意，因為我覺得你話即係將自己收埋咗喺後邊啦，但係你自己有成個 physical body 喺個台度噶嘛？我想知嗰樣嘢咧，即係你又話可以係將個感自己嘅感覺啊、啲感受嘅嘢擠咗落去依度，係咪有少少似咧借屍還魂嗰類咧？雖然個 body 都係你嘅，但係喺個台度咧，你係咪可以當咗呢個身體唔係我嘅，而係？但係嗰個感覺，我用我自己的感覺去，因為觀眾看的時候咧，嗰、那個唔係邵美君的身體嘛，係嗰個角色的身體嘛。咁所以你就覺得可以隱藏咗自己喺度，但係你又用緊自己嗰啲感覺啊、情緒啊，擠咗落去呢一個角色的身體度。咁樣係一個俾人哋睇到就即係借屍還魂咯。那個屍唔係你，你係咪有啲咁感啊？因為我一路喺度諗緊呢樣嘢，好有趣。你應該都係一個好好嘅演員嚟嘅，即係你對嗰個演戲嘅理解咁透徹。咁我覺得係噶，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即係做演員，除咗我哋抌自己入去咧，我做其實我暗馬底咧係有另外一隻眼睛去望翻我自己嘅。其實我哋真係講緊恐怖片，我哋而家喺度恐怖片，我哋講緊恐怖片。但係真係咁噶，即係如果你冇咗嗰個另外一隻眼睛去睇翻、審視翻，其實你做咗幾多咧？你情感上啱唔啱咧？你嘅 gesture 啱唔啱嗰個角色咧？如果你冇嗰個眼睛咧，好多時候可能你會太好模糊嘅。即係嗰個角色會好模糊，你有嗰個眼睛咧，你連企都會唔同啲啊，你連坐都會唔同啲。係咁，你講嗰個眼睛咧，其實係一啲譬如係錄影咗個眼睛，即係錄影咗個鏡頭播翻俾你睇眼睛嘅，定係純粹自己嘅經驗感覺嘅眼睛啊？經驗感覺自己幻想出嚟。我覺得做戲又好實在，觀眾睇落去係好實在嘅。你做到就係做到啦，你 touch 到佢，你感染到佢，佢就係感染到佢啦。但是你自己在那個位置又很抽象的、究竟比多少呢？比多少呢？我會不會多了呢？會不會少了呢？就是要靠我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那個又練了幾闊、在裡面找、還有幾深在裡面找、好像很抽象的，但是如果有那個眼睛，其實你又其實心裡面又有另外有一個觀眾的眼睛去看回你，咁嗰樣嘢係好客觀嘅，有就係有，冇就係冇，夠就係夠，唔夠就係唔夠。係，咁而家講緊真實嘅觀眾啦，每一場出去，會唔會其實你都感覺到觀眾有唔同嘅反應嘅？哦，每一場係咪都會唔同嘅？真係好感覺到。你嗰個感覺係真係隻眼啊，立到啊，定係成個身體，即係自己嘅感官係真係感受到？成個身體咯，你係。尤其是演緊戲嗰時嗰個集中咧，你好像有好多天線去，你不止感覺觀眾，你仲要感覺埋成個舞台嘅空間啦。如果嗰、那個場景係一個室外嘅場景，你會感覺埋嗰個室外啦，你可以能感覺埋到月光嘅照住你啦，即係你要有埋咁嘅聲先可以真正創作到嗰個真實嘅環境咯。咁觀眾嗰啲反應咧，無形或者有形嘅反應咧，通常影唔影響到你嗰、那個即係嗰個深度啊，嗰個程度大細咗一定會影響到噶，一定會。鬧劇係咪尤其是啊？鬧劇就直接啲啦。因為直接，因為可以直接，咁所以你會好即係 even 你係觀眾，你坐喺其中，你都會感覺到哦，呢、這個演員感覺到我哋笑得好開心喎、啊。啊，這個演員 feel 到我哋即感覺到我哋俾得咁行，佢又俾行咗喎、啊。咁樣即做觀眾都會感覺到，其實觀眾都參與緊，即好多時其實觀眾睇戲都係嘅，無論咩戲種，我覺得都係即你其實坐喺個 theater 度，你已經參與緊嗰個演出咯。
係啊，咁啊鬧劇固然知啦，或者啲喜劇啦，有笑位嘅地方啦。就算我覺得係好正劇啦，或者好正經嘅題材，你同佢一齊感動，你同佢一齊喊，其實你都係參與緊嗰個演出，因為你直接影響緊演員添。係啊係啊，你自己做觀眾嘅時候會係點樣嘅？哇！我真的會投入去俾佢 move 到咯。我想我做緊觀眾的時候，我都好像演員嗰個 sense 咁，開曬啲天線去感覺緊台面的演員做緊咩。因為我成日都覺得一個創作由零開始，由乜都冇，或者就算有個劇本，我哋又冇完全冇台位，完全冇處理，去到變成一台戲，我覺得個過程大家都是付出了很多的創作在裏面嘅。咁我覺得。即係有陣時好有趣嘅，即係個大環境或者個導演點樣處理啊，哇點調度啊，哇嗰啲舞台嘅效果有幾犀利啊，嗰啲都未必係我最想睇嘅。我最想睇就係我最中意同埋我最享受睇嘅就係嗰啲演員究竟佢喺個創作裏面佢加咗幾多好細緻嘅嘢咧？可能細緻一個好小嘅動作，其實同套戲又好有關係。我好鬼中意睇呢啲咯。係啊，咁又見到每一個演員或者見到導演的處理嗰種細緻，我好喜歡看。係係，我都喜歡嘅，即係嗰啲好人性。佢係啊係，但係我又怕咧，即係有一啲演員就太多了，真的做得太多咧，就即係唔需要嘅。其實變咗 distract 咗觀眾，即係你唔使嘅得嘅。我同埋個 focus 唔喺你度，我想睇第二個演員咧，即係正正經經做咗佢啦，咁樣嗰種，即係亦都有回咯。所以即係話。其實是呼應翻你頭頭講嗰樣嘢，即係真係自己個經驗嗰個感覺，去知道嗰樣嘢其實你話去闊要去到幾闊咧？其實即係唔好咁樣啦，係要係啦。如果係咁就即係算啦，係咯，咁多啦，係啦，唔好太大，因為咁樣就唔好啦，即係就係唔好。係啊，同埋你頭先講嗰個 point 都好好，即係你明知呢段戲唔係你嘅，唔係個重點唔喺你度嘅話。你咪就係用第三隻眼睛去 proof 去即係去肯定翻，哦唔喺我度嘅，我細啲先，我細啲先，俾翻佢出。即係我覺得舞台得意嘅嘢就係，因為係一台戲嚟嘅，即係大家嗰個互相影響都係一個戲嚟嘅咯。即係我嗰度要收幾多可以俾佢出翻咧，或者我點樣做可以令到對手出翻咧？呢個都係我哋要諗嘅嘢，而令到台戲更加好睇。有陣時唔一定要係 spotlight 嗰個人嚟嘅，我覺得，即係所以我唔係話特別好 enjoy 要做擔女主角嘅，即係有陣時我覺得我企喺側邊，我可以幫個戲，其實都好好睇，我自己都過到嗰種人，咁係又係幫緊台戲，令到台戲更加好睇，咁係啊，所以有陣時我都好享受，即係任何角色我都好享受。係，但你而家主要。都是做女主角的，我沒辦法啦，我在個團裡面唯一一個女仔，咁啊，揀咗個戲，咁都好順理成章，我做了女主角啦。真係，有些戲我都特登揀一些即係 side role 啲去做嘅，係啊，可能會享受啲，係，同埋係唔同咯，即係當已經唔要去到話，我一定要做女主角嗰陣時，係咪啊？咁你做翻啲 side role 嘅又可能，或者配角 supporting 嘅，咁。有另外一種感覺，係啊，另外一種感受，另外一樣嘢係啊，同埋可以好 relax 咁樣。係啊係啊，亦其實喺咁嘅心情下咧，通常都會出到好嘢添嘅，仲係咪？因為嗰、那個因為你放鬆咗每個人係咪啊？係啊，即係冇一定要一樣嘢咁啊嘛。係啊，同埋越會做唔會做多，係啦，係啦，越唔會做多，你越 relax 你就越唔會做多，因為你唔會。擔心觀眾睇唔睇到咧，佢驚唔驚到咧？少咗呢個擔心咧，其實嗰啲嘢好準確，好少就得噶啦，夠就得啦。係啦係啦，出下咁樣，其實呢啲好可能好似好多時嗰啲天王巨星出嚟做下串星咁樣咧，咁咪好舒服。佢又唔介意嗰個係一個咩大角色噶嘛，串星咁樣做少少一兩個鏡咁，但係嗰啲又好一聲咁，係好睇喎咁樣。我諗就係呢一樣嘢。係啊，所以心態都好影響個演員。係啊係。阿君，今集時間其實過得好快，我哋原來過咗一集啦。咁我哋下個禮拜請你再上嚟，繼續同我哋傾演戲，同埋仲有你都有做藝術總監啊嗰啲，傾下。多謝。OK， 好，下禮拜嚟喎。好啊。OK， 好，我哋下個禮拜繼續同阿君傾偈啊。拜拜。